Hello， 大家好，飛入咁啊！今日咧，居然咧會整個教學片啦，居然係要教大家點樣用 GoGoGo 小飛俠嘅代碼。咁其實依個就唔係真係純粹係教學嚟嘅，只係純粹講下個流程大概係點。咁其實之後咧都有另一個資訊咧會 update 翻大家嘅。大家可以見到版面上面咧，就會見到已經加入咗一個即係 NBA Athletic系列嘅籃球啦，咁呢個咧就屬於超纖皮系列啦，咁其實打落去手感啊，或者係嗰個質地嘅感覺咧，應該都係比較即係手感好啲嘅，咁啊大家都可以留意翻，咁你都可以去抱試下感覺都得嘅，咁啊呢一款就會係軟熟啲啊，咁啊 in outdoor 都好啲，咁啊 anyway 都係講翻嘅代碼部分先，咁啊去到使用優惠代碼嗰度啦，你撳咗入去，咁之後咧就會出現一個。入翻呢個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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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咁啊，細生活世界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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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咧，咁咧你就撳咗之後咧，去使用優惠代碼咧，就會見到喺個優惠度就會寫住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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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飛俠乘以呢個 Crossover 依 M1 Sports 咁啊 Wilson Crossover NBA 籃球限定優惠就會出現噶啦。咁你見到撳咗先好俾錢啦，唔撳唔好俾錢啦。咁啊，你會見到個價格啦，就已經會減咗，要變咗九折啦，減咗10% 噶啦。咁大家一定要記得撳咗代碼先好俾錢啊，因為唔係無啦啦係唔會彈出嚟嘅，因為呢個都叫做係即係飛俠自己本身嘅獨家優惠啊。咁所以你記得撳啦。咁啊，今次嘅優惠咧就限於邊兩款咧？就係框咗兩款啦，就係、是、呢個 Forget Pro 嘅系列啦，同埋一款即係 Athletic 系列，即係超纖皮系列。咁一款可能比較適合街場打多少少啦，咁一款就真係個 NBA Replica 咁嘅樣啦。咁所以大家可以揀選翻你自己覺得心水嘅系列啦。咁啊，喂，點解會冇咗呢個 FIBA 3×3官方比賽系列㗎？喂，我其實最想買就係依一個喎。咁我而家睇依個奧運籃球非常熱血，重點就係原來係咩咧？就是、因為依個波太受歡迎啦，依、這個全球咧。嘅官方供應商都已經賣完呢一個波，咁所以咧官方3×3呢個波咧暫時咧就係未有得賣嘅，咁所以咧我亦都同嗰位 marketing 嘅即係靚姐姐即係都講過下啦，究竟點樣處理好咧？咁佢嗰邊就提議啦，咁呢個波如果你翻貨嘅時候咧都會即係同我哋講翻，咁咧之後咧亦都會可能會重新做一個新嘅優惠咧，俾佢買呢個即係3×3嘅官方比賽波噶，咁所以咧大家如果話我一號二號都唔啱心水，咁係咪可以？等下咧，係嘅，你即係如果你話啊，我唔係想即係想試新嘢啊，咁要試下依個，因為正如之前嗰段片段都介紹過，另一個朋友仔都試過，咁我自己亦都試過，咁有啲人可能覺得啊，想試啲新嘢嘅感受會係點咧，打街場會係點咧，咁咧就可能會想等依個波，咁唔緊要嘅，咁你等依個波係 OK 嘅，咁咧可以咧有兩種途徑啦，你可以。撳個掣聯絡翻佢哋話，喂，我有對呢個波有興趣喎，咁而亦都會到時，如果佢呢個波翻貨嘅時候咧，我亦都會咧同佢哋再聯絡翻，講翻關於呢個波嘅優惠係點樣做嘅，咁亦都要可能留意翻我哋嘅頻道，咁就會知道究竟呢個 FIBA 3×3官方比賽用波咧喺幾時咧會做翻一個優惠，咁就睇翻即係大家嘅需要啦。咁其實。無論是哪一個波都好，整體 Wilson 的質量，我之前 都介紹了很多了，所以你也可以揀你自己喜歡的款式，即你是打街場多一點的混合的，即是 Indoor Outdoor 多一點，或者我純打街場的，你都可以即揀自己喜歡的波，這個波其實你可以看回我之前的 review， 你都會知道大概我對這個波的 3×3 的評價是怎樣的，留意之後一路會即公布回即的優惠詳情。嗱，咁呢個波一定會 keep 住 update 大家嘅。咁 anyway， 今日去到度，如果大家有咩問題，下面留言 subscribe 翻 share 翻 channel， 咁揾咗你收曬瓜資訊啦，拜拜。